方便的下台，没错，很辛苦，哎，然后呢下台安息，确实，好玩儿，好玩儿，节目形式是别，好，下台什么？安息，安息了不就死了吗？啊，应该下台休息，下台休息，哎，我们俩坏人，好多朋友一上来呢，有的熟悉，有的不认识。这个没关系，上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。今天我叫张鹤琴。好，上海的朋友们，真热情。会的礼节不少啊，张嬷嬷。这个相声说的非常好，这一站我们德云三宝 C 组来到了上海，对，一到上海我这个心情特别澎湃，为什么？我来上海演出跟他们不太一样，都有什么区别？哎，我算回家，你怎么到哪儿你都回家呀？这是从大连内战开始，不一样啊，完全不一样，那是为了贴合当地观众。这个你到上海你能不说这观众不行，你说你敢说站在观众傻的，你怎么现在网络时代知道吗？咱俩没下去站人的朋友到门口了，二十四小时不说。我说的意思是什么？您说这个荡乡人不瞒荡乡人，你不天津人吗？但是我发展在上海，哦，我在上海参加的综艺节目，天津人在上海。对了，在上海参加的综艺节目，您在2017年哪一个节目？叫《笑声传奇》。哦，对，有这个节目，东方卫视的。没错啊，2018年这个节目叫《相声有新人》。哦，东方卫视的。对，都看过吧？哎，也是从《相声有新人》，我来到了德云社，拜见了师傅郭德纲。你说我回上海是不是等于回家？等于是啊，对对对，那个是一回到上海演出，我这个心情特别的激动，哦，因为我有很多偶像，哦，上海人，啊，比如说呢，比如说那个我好多唱歌的，咱们是走出去的。我小的时候，初中的时候有一偶像，哪位？叫胡彦斌，哦，是咱们上海本地人，啊，那歌唱得多好，琴瑟无限。伴着音乐，无边的你的眼睛是一轮深邃的弧线。听谁？我就开始听薛之谦了。哦，这不说回到上海等于回家，你看，这都
你还给薛之谦唱北展剧场。哦，我师傅在那儿开专场，薛之谦也去看看。是吗？薛之谦看郭德纲不买票，多废话，就在那侧幕口那儿看，是吧？弄一小板凳坐。我薛之谦的这是够，我坐这儿看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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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师傅，啊，他坐着跟我师傅身高一样。啊，哎，大家有好包袱吗？有好包袱吗？薛之谦，哎，这包袱好啊。十八年了、啊，听了一个这么好的，他搁这儿哎。后来我也去了，我去了之后，他就给我介绍，是不是薛之谦认识吗？叫谦大爷就行。哎，这谦大爷胖，这谦大爷演唱会的时候也胖，叫谦大爷。啊，这是我徒弟，张鹤行。哦，哎，他也爱唱你的歌，是你给他唱两句，我就给薛之谦唱。唱，当时薛之谦就夸了，说这孩子唱的这么大好。而且薛之谦祖籍天津人，他怕说上海话我听不懂啊。哦，他说天津话我听不懂啊。哦，对了，对，他的歌我听得懂，我听懂。薛之谦的歌我可以说基本上，哎，差不多都会唱。也不输，您可以点，我可以点，点哪个我唱哪个，炫哪个炫唱哪个啊。不要的爱呀呀，出现在漆黑一片的舞台，丑八怪呀呀，后面有会员。演员。演员。改变了你演出场，因视而不见，在你一个最爱你的人清醒飘演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放弃了底线，顺势改变了改变，看那些说越草飘面。我觉得你不是个相声演员，就是你是个声优啊。捧我捧我。还有他自我还有没有动物世界认真的学，雪下的那么深，下的那么认真，足以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。我今天如何会自嘲，是不是我伤痕累累，可我在乎情景，今后你让谁陪。这个歌有一些年代了。他唱这个歌的时候，我正在听胡彦斌啊。一会儿鞠躬下去，我给你充一会员。这歌不用会员。哎呦，动物世界，动物世界。天，你别起高。你就像天来来路一样，求之不得。你在世俗里的名字不闪耀。这首歌薛之谦是在笼子里边唱的，干嘛那么咬牙撒谎？从天外来物，还跟我躲起来了。还有吗？动物世界。绅士，绅士，绅士，绅，你给我起个头，我听听。绅士。完了，聪明文人，是我倒不倒吗？别看我啊，我们送你回去这个，我们送你回家，我可能外面又下雨了。我能给你个拥抱，像朋友一样，可以吗？你退半步的表情，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是很好吗？我只能扮演个绅士，才能跟你说说话。唱这个行了，可以了，这歌这是相声大会。
您反应过来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他的歌《苦情歌君》，嗯，每次一听薛之谦，我都会流下我的眼泪。哟，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比较 sexy， 所以每次也不叫 sexy，sexy 是性感 ，sexy 感性。穿梭。
偷狗的。你会写你的单词。代购，代购。美国过来的。我。好马你皮偷。哟。撕逼哥，地也不会说，地也，厉害，都是够穷的呢，什么玩意儿呢？怎么了？我这你敢给你师傅唱？不敢唱，啊？不敢唱，唱了屁，不敢唱，我没给他唱过，我敢上演用吗？啊，玫瑰园我想想能不能说对都是秘密是吧？玫瑰园啊，北京玫瑰园，你说门牌号都没事，别墅区啊，对，门牌号我也不知道，那是很好找。你玫瑰园好多别墅啊，哪个是郭德纲他们家？哪个是刘叔大铁门？郭德纲他们家，郭老师，铁门、铁窗、铁锁。您说这是玫瑰园儿？有钱人的安全，安全电网。谁家别墅区门口还拉着电网啊？我师傅一般出不去。废话，你师傅不搭地，哪儿都出不去。哎，一般人想进也进不来。我那天我看看，到玫瑰园儿，把那身份证交给你。你上回看的谁刘成功哎，进去以后有那个大屏的可视电话啊，是吧？别哭，开门吧，开门吧。一按这个大屏盖儿，开。哎，师傅出来了。快板，快板是您的。
好好尴尬的李三才、王老李、王凤山、高凤山、李凤山。李润杰先生，凤山过来了，咱们听去。玩笑，李润杰，李润杰，三排打板、开场板都不一样，都不相同。对了，你看李派，现在还是李派。
动画的一个薯片儿，不能唱，不要伤害动物啊，都能唱，都能唱，都能唱。后边这高拍，太像，高位这个。现编词现唱，现编现唱，导演那技法都厉害，是，那叫 freestyle 哦。现编词现唱，就给人弄个新鲜。眼快心快嘴快，眼快就看到心快，编出词儿来，嘴快唱。有什么呀？创出来了，创作出来了。哦，啊，你以为我说错了？就是说错了。唱出来了，创唱出来了，行，是吧？能唱了，哎，对了。能唱的说就能唱，说就能唱，说一码就给你唱，说一码就能唱。啊，过去一提就成同仁堂了。对了，写不我都是我拿手的作品。对了，同仁堂我就拿手，唱这都没劲，说一个就能唱。对了，真的吗？哎，网咖，现在叫网咖，能唱吗？完了，完了，能唱，真不了，说就能唱，能唱吗？能拉出来，唱。这个稀里里哗啦啦，我怕拆迁似的，眼前就来到了大网吧。这网吧里的人不少，都玩着游戏笑哈哈。有半条红警和大话，奇迹传奇，魔兽争霸，我这游戏能再好点儿。有新的，新的，有新的，有新的，有 Double Kill, Triple Kill, and Everything Has Its Layer。射击的游戏老牛过瘾，想吃鸡还得枪打滚。现在电竞选手真争气，多次获得好成绩，打败了外国选手拿第一。想当年的那都是各大网吧的 VIP。不错，这就不错，谢谢。还能唱吗？随便。DQ。你的岁数少了。过了你们心脏不行，你这床心脏叮叮叮咚咚咚，就是眼前就来到了蹦迪厅。哦，这迪厅里的气氛真不赖，年轻人都啊热爱，三五知己开瓶酒，散座卡台来游走，你敬我敬你，这感恩有你在一起，我问你问我，咱俩的生意一定火。迪厅的音乐到了高潮了，全场观众一起摇，一起摇，一起嗨，所有的烦恼身后背，一听的音乐乐翻天，咱们大家一起跳舞。你听这边的，跳舞唱歌喝啤酒，谁跟谁都是好朋友，今天谁都不许放下手，咱们大伙喝一宿。怀抱着梦想，磨砺前行，这不忘初心风雨。